你就去街坊问题，哪能把枪给等你？你把他归我，嘿，把技能通运用，我就用我性命红鬼。
我心肝是我的要求。主理，我唔知咱一百年后你我心这里才大不离哟。伊要烧你的魂去，我好心我无得求，我何以谈你好？上面有骨气，再把你也吓死。我知你对我的囝头真宽，伊毋是用情不专，伊是因为当初时，就是恁苗天英老爸救我，伊要死的时阵，我有答应伊过，要将我的囝来娶伊。迄当初时，伊嘛有讲你这段的感情，因为我着我母娘的威严，用死拼伊，所以国不离乡，伊才会甲伊亡魂拜堂，还佫有啥代志你知影无？伊甲伊亡魂拜堂了后。伊离开厝内底的所在，对你这段的感情放袂落去。伊离开厝里，你知无？七年倒倒来了后，然后我想讲，你这段的感情已经放无去啦，所以我才会叫伊甲刘天做成阿母，一来二去，袂去怪我的囝。假使讲你的想、甲你的恨、你的情放袂落去，无关的。从头到尾，因为全是我，我甘愿代替我的囝死。做你小姐真无听，我唔是要介入你的感情，只不过当初是为着保温的关系，才计较好嫁。迄一年我才12岁，清欢一看到我，对我是真反感。为着你，伊嘛离家出走，整整七年，伊找无你，才看破倒倒去厝内面，无无讲的自豪，伊才受我的感情。我两个人才开始离异，我完全袂当了解你甲支持甲的温暖，是不是会当请你原谅伊？相信伊对你用情至深吗？伊真正够爱你，怀袂离开你厝内底，只为咧找你。看到这个代志，我应该是咧怀疑还是咧？这个我误会，造成这个错。主理，哪里我爱无爱唔对啦？不要紧，既然你老家甲你老母出面，你一个讲出，我阁对求无意思。咱的代志就到这结束。主理，我希望你多等我的身躯避风，无可能，我身躯已经是有污点。我无伊个面，我无欠你，再过来也无家己。你若真想爱我，我希望你做全部的爱，好对你厝内面的人付出。我离开天啊地，实在已经死。既然我怀想放下，该死了已经死，我就倒返来去陪我咯。好，祝你，祝福我生。Sayang